剛才在這個片段你對著鏡頭說就那裡可能不用爛你對著鏡頭說就很客氣啦，是吧？但都不客氣的，那都不客氣。 Very nice。 現在在現場，在現場就不用客氣了。有冇咩感覺啊？睇完條片之後，我幾感動喎，係啊，因為我都未睇過嘅，我就好記得當初嗰個碌係我明明其實我要拍造星噶，跟住佢話你可唔可以早半個鐘去到現場？因為希神話我哋已經 set 好機啦，想你拍少少內容係播洪家豪嘅檔片咧。哇，洪家豪檔，呢個話。點解嘅？即係點解會有咁樣的？係咪開始期待自己都有一條？唔係，依家睇咗我就覺得可以唔使。唔係，但係我就睇翻我就明啦，因為其實雖然佢唔係叫做出道咗好多年，但係我自己都即係睇住佢呢個轉變，其實我都幾感動嘅，即係特別依家佢即係叫做即係。可以隨時買個嗰啲靚包包俾我嘅工作能力啊！咁我就覺得即係見到佢即係頭先講笑啫，即係意思話依家佢可以。佢係有呢個能力，但係會唔會咁做啫？唔會，我都唔需要喎，講笑啫。如果你要，我都唔會，未必諗，要諗好耐。即係但係佢依家就真係有一個去一路提佢媽媽或者。屋企，我諗特別男仔去到佢都三字頭嘅時候，當然好想可以話到俾屋企人知，我依家能夠照顧到自己之餘，都可以照顧到屋企。即係前排我哋傾嘅內容都係關於賺到錢會嚇搞税嗰啲，唔係關於理財啊嗰啲。我哋佢前排都同我講咗一啲幾。挺感動的東西，即是你有沒有印象這個？沒有。你常說，我前晚跟你說一些，你記不記得？你這麼感動的東西可能是特別有印象的。不是，因為說起，為什麼我們兩個這麼friend，或者說，他說其實他很開心可以告訴人知道他這個沒什麼朋友，為什麼你哭的？我這個真是衰鬼，完全給了一個紙巾，我哎，紙巾來，你先幫我抹。啊！啲學員俾人收又喊，唉！啲咁又喊，係。唔係，因為佢話點解我哋 friend 到咧？因為我哋起碼嘅價值觀比較似，即係譬如話其實我哋都依家都叫做能夠照顧好自己嘅時候，我哋點樣去利用呢啲金錢嗰個方向有啲似。嗯。即係我哋原來都係想為屋企人可能去到付出多多。因為我們兩個都不是很花錢的人，我們這麼努力賺錢，其實我們都是想為家人，即如果可以令到他們安穩，或者他們有什麼任何病痛的時候，不用擔心因為 有我幫你去照顧這頭家。咁佢又講開呢啲，然後佢就話佢話佢依家出去講都係話啲同學 friend 都係我咁樣，佢就話佢。完全不介意人哋覺得佢冇朋友啊！佢話原來冇人會覺得佢冇朋友。即係佢總之佢就話原來即係興趣相投嘅話，即係嘅朋友唔使多咯。你有冇印象啫？你講我有啊，喺個節目度講。我講好似，因為最主要咁講，我就話關於照顧屋企，你唔使擔心。如果你屋企人咧。過嚟同你食飯，一定係有人車嘅，一定係我會車。我大家知唔知㗎？知我。一定係會繼續車嘅，所以你係唔使擔心㗎。你嗰啲運輸嗰啲交俾我。好啦，好恭喜你哋兩位。係啊。主要就係恭喜你兩位都照顧到自己屋企人啦，互相支持到啦。一家人嘅嗰種感覺。你哋嘅幫定本身都係已經好似家人咁嘅，家姐。係。大一年嘅始終都係。所以講翻佢，我係好戥佢高興，係佢可以捱過咗嗰個最冇自信嗰個時期。即係我見到佢依家就算係六成喜歡自己，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如果有六成能夠喜歡到自己，呢個都係好好好嘅事咯。咁希望
好似你講，即係佢喜歡自己，更加喜歡自己，希望我都係啦，祝福你。有時我係會喜歡，即係我有時係會愛自己多啲，即係可能有時係七八成，有時係四五成，因為我係有對自己有生足自如嘅愛㗎。拍了照先吧，好嘛，不如你今天這樣，你們兩位，你們兩位，我知道做什麼了，我們先說那邊，那邊，我中間都求你，然後中間，好笑啊，吳家豪，你個耶，我有點尷尬，因為我，好，兩位這邊啊，看多一次，好，然之後右邊啦，因為特缺上契啊，可以啊，有冇道具啊，同事？九刀啊，係，唔該曬，盡量 ，thank you， 多謝你。好，嘉豪呢边，好影相嘅呢度嚟一张相先。哇，好靓仔！哇，好靓仔！黐线嘅，我觉得大家都俾我分头到变咗，黐线爽爽地咯，可以。咁好靓仔，好靓仔。请大家 subscribe、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频道，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